怎么，你们两个不上去帮忙吗？好啊，你们上啊，我帮你和老车打掩护啊。又老叶，就你那点小心思谁看不出来啊？啊，我和老车可不是鹬蚌，你也别想渔翁得利啊。酒量不多，这个包子快撑不住了。我们真不上了。等，又等。高手有高手的策略。你们先等会儿，我马上回来。快，干嘛去？高手兄，野兔 boss 血枪手，有没有兴趣？有啊。那规矩照旧，小白何总，高手兄您来了，我们都准备好，待会儿咱们一起上，我们蓝西哥都听你指挥，出了所有的稀有材料都归你。哎，老蓝，你这不厚道啊，又请外援。野兔 boss 不就是谁有能力谁抢吗？我有能力找外援，我怎么不厚道了？没错，各凭本事请 boss。哎，我高手兄，你怎么跟别人组队了你？老蓝，又被耍了呀？节哀顺变啊！你们懂什么呀？这是策略。这，找了一个高手来组野队，这波操作六六六啊！10点钟位，超 boss 正脸爆炸，对阵野兔，换快招和碰队长，我建议你。用后一招，攻击别停，准一6点钟站位，上板砖。别扔，直接拍后脑勺，伤害加倍。勾拳，好了，放缓攻击，我们得控一控节奏。为什么呀？等等渔翁们，我去，操作配合默契准确，这小白怎么跟变了个人似的？刚才不会是装的吧？哎，老蓝，你倒说句话呀，这什么策略啊，看不懂啊。队长，军魔校到底什么意思？老子眼看要被杀了。军魔校他们降低了输出，他们要撑不住了。这时候不上，什么时候上啊？你们这些怂包，不就硬碰硬吗？谁怕谁啊？霸图的，跟我上！朱草堂也上，跟在霸图后面。会长，不管了，上！朱草堂。上钩了，包子，全力输出。好嘞，勾拳，包子，1点钟方向，巨石背后，勾稳了。军魔小和包子遁走了，看来他们已经到攻击迹象了。你们上走了吧？谁冲锋谁送葬？没错，没错，说得对。想跑？
堂堂议会之长，在野兔里躺了？君莫笑这个坏蛋，君莫笑，以后别让我在荣耀里遇见。那万一遇到咋办？废话，当然得招揽了。开始我们的输出表演。完成血浆手首杀。哦，这是我第一个首杀，大神太厉害了。你打得也不错。是吧，我也觉得我打得不错。大神，以后刷副本叫上我啊。好啊，没问题。我叫包荣兴，是一位仓库管理员，朋友们亲切地叫我包总。除了享受工作带给我的愉悦感，休闲时间我的爱好是打麻将。没想到今天竟然得到了大神的肯定。我的梦想是能加入专业战队，打一场真正的比赛，成为一名真正的职业选手。出来一个高手。大神不厚道啊。你自己说的，野兔 BOSS 谁有本事谁强。这次你打了霸气雄图和中草堂的脸，估计要被拉黑报复啊。是吗？我刚跟那两位聊完，还约着下次刷本呢。那两个没下线的竟然找你刷本儿。你不想刷？